你看多美啊，今天的晚霞真的是好美啊。等一会儿宝宝，妈妈把这个拍一下，太漂亮了。叫波光粼粼，不同的风景。哎呀哎呀，跑没了！你看得到什么东西啊？这有什么东西啊？是可以看到对面吧？好酷啊！你再接着看你扔多远。OK。哇，你看对面的这个downtown多清楚。今天主要这个晚霞太好了。哇塞。不。今天和我先生和女儿一起，我们仨骑自行车。听到了，好酷啊！这才是真正的温哥华生活。哦，长着呢，他是应该是这个人太会玩了，是吧？哪个？那个。他肯定在弄啊。啊。哎，你说他要是掉了海里咋办呢？那还得游呗。哦，那个船是他的。看天上的这一轮月亮。小男孩后边太不像样了。给大家记录一下落日的样子吧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天气又好，所以有太多人了。谁说加拿大人少？这海滩上、树林里。到处都是聚会的人，我来给大家记录一下。马上就落山了。马上了，马上就落下去了。这一个很难忘的瞬间呐。今天的云彩也很壮观。高了，哇！很快就落下去了。啊，像那个人就啊，那好像不是那个人。很快就落下去了。那个挺贵的，那好像2000多美金。刚才那个是吧？对，它充电的。哦。一个高科技产品。反正挺酷的。对，冲浪吧。我也是第一次记录这个，哇，我眼前全都是万丈光芒啊，盯的时间太久了。
真的好漂亮哦。剪影。明天马上就太阳下去了，好美啊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拜拜。哎呀，记录下这一刻了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带着米宝继续骑行。今天的这个晚霞是真的是太美了，看看，沙滩排球开始了。越简单越幸福。骑车回来的路上发现了小兔子，看看多小，刚出生的小兔子。今天晚上这火烧云是真壮观呐，太美了，大家同意吗？那个岛是个独立的岛，是度假的。对面那个哈 ，OK。这么好厉害，我好猛。哎呀妈呀！今天的这个晚霞，我能看见大飞机，拍不完了。看见大飞机。大家拍一个够。为什么关上了？前两天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。今天终于是大晴天啊，在星期六给大家这么一个美好的周末，漂亮，真漂亮。